桃园金丝堂的厨房已经灯火通明，职工们忙着做草鲑。祖先就爱食这草鲑。草鲑又称醋卡鲑，是在姜团里加入鼠曲草制成的绿色鲑。 通常在闽南地区，包括台湾，每逢中原普渡和清明扫墓时，拿来祭拜祖先的秘制食品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渐渐淡忘这样的习俗。桃园志工这次做草鲑也是要将传统保留下来。赞！安那赞，安那赞，真好食，够香够甜，够咸，人有多好。 那个肉的很腥啊，所以我喜欢吃这样。几十位志工相互传承经验，义卖所得也将护持大爱电视台。我无钱，我就出一点淡薄啦，啊，虽然说这个提几千块来做本哦，啊，咱就用发挥他的那个良能啦，小便也能够发力一点功这样子。台新闻，真善美志工谢秀完、谢景志，桃园报道。中国大陆。